双方的操作应该是一把复制粘贴。哇，这把节奏好快呀，四回合。老王3600伤害狮驼剑会，暴力三攻互推，五回合结束战斗，节奏太快了。双方的操作应该是一把复制粘贴。OK， 晚归不能一速 OK。OK， 狮驼岭二速 OK。我应该拿不到三速，我应该是。你现在是？我操，对面也快的。对面也快的。OK， 我是五速。一二五。OK， 对，那对面宝宝没了。三点超战，直接炸。炸！可惜金刚拉不上，可惜金刚拉不上。嗯，金刚拉上就炸了。我们能不能比他们化石都快？可以，直接飞。他的金刚来了。哎，咱们不会承受一波163吧？飞机大炮来了。三个。OK， 他有个漂亮，他有个高速的没腰。嗯。宝宝直接给他飞完。损失不大。我只能说血赚。血赚。哎，你这个是腰丸飞啊，你这是腰丸飞。我操。腰丸飞，我日，这一回合你妈别被震死就行。你不要说这句话好吧。没事，不用怕，他们开始腰了。地府直接地府带了修罗咒吗？哦，地府修罗咒，然后换色换虚名，然后晚归过来换虚名，狮驼也换虚名，对 ，OK，OK，OK。Okay, okay, okay. 然后他地府的宝宝点燃一下黑板，请说。冲刺结束，冲他妈的！挂地府了。你不用挂，你直接取修罗咒啊。木不够。啊，那你挂。不、啊。我操你！你一说够，你学只会说话，扣分。不是，我以为是98呢，看了一眼96。哦，人家只一个人，我操！你兄弟，你这有点浪费啊。哇，还有一只虚，虚死那个凌波就行。护了也行。俩死俩，死俩，死俩，来死俩，死俩。我操！使劲那个得死，对，163血那个得死 ，OK， 这样他拉人单位不够了。啊，他四行以后血多，弹不死。就这一个人，上面那一个应该，左边那个血少。双闪现。漂亮。哦，他手动出宝宝，那他这回合输出有点不够。我操，你等等。哎，鸟着他了。哎，血不够。哎，地府宝宝怎么没拉？没拉呀？地府金刚换虚，然后石头飞，然后林墨才去破碎那个新一云珠。OK， 换是继续换虚。然后晚归过程的宝宝拉一下啊，黑白起诉。那我给谁卡大？我给自己卡个。你给地府不能死。OK。别急。节奏很紧张，但是问题不大。OK， 换血。咱有物理的速度就好了啊！不过咱没马了。没事，他们之后吃不了了，我们地府有人送。OK。为了防止意外，地府一会儿够留油吗？够留，但是不用留，我先踩卡吧。可以。我没多效，加伤害。你先踩个塔，你先踩个塔吧。对面都不输出的，我靠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他们都在地上怎么输出？我满血啊！我操，修罗肉也起了，问题不大了。他们只要没四行就没问题了。要不让他飞吧？算了吧，不跟他玩了。我操，你这个腰挺划算的，他宝宝全都残了。来，我喜欢。来，先打你，哎、先打你。跪下，躺下。我操！你别说，你要不震一下，他打我们不疼。那你地府踩个塔吧，晚归过人继续飞，然后晚归过人宝宝拿下黑白起诉，换是把晚归过人给死了吧，石头也换虚名，石头宝宝我给地府点个药啊。嗯 ，OK， 我虚名秒出去了，秒呗，你感知秒出去。哇，这腰狂徒。出吧，出完一会儿别再出就好。哎，别神。别神，现在有点怕神。别神。我操，隐身大战。
来个废的。我靠！你这虚拉虚弥秒零。哇，这把节奏好快呀、啊！四回合，啊，五回合。地府开眼吧，地府开眼，拿石头直接把宝宝给连了吧。林伯成浪涌，林伯成宝宝，给黑白骑士顶个药吧，换色随便。嗯，行，指挥剩一只宝宝的时候操作的非常流畅，不乱。哎，你怎么没给师傅打个眼？我操！没事，结束了。现在是胜四负二，还可以。